有没有食物吗？这边拿走了。里面只有一片烤羊我先肉。把这边封起来，不然哦，会还有别的东西，会生怪。还有烤鸡耶，爽爽的。好多东西哦。好啦，上工啦！上工了，你们已经又可以上工了，是不是？我挖了两组，感觉不是很够。丢进去箱子里面了。你可以这一条要不要挖掉啊？我觉得，依照纸片这样的铺法，把它挖掉好了。挖掉啊！对啊。先来收破，捡其破实可以烂不枪。用不用挖掉啊？我觉得可以用啊。可以用，可是不是用在这边呢、啊。哦，把那个反正水的这一边挖掉就好了。到时候看你怎么用啊。纸片那个是效率三，还是说是那个耐久三的？一本的那个。一本的是耐久，你要吗？可是我觉得耐久跟那个效率合在一起会比较好用。可是我是要付稿子的。对啊，要付稿付子。那个钻石稿，耐久就可以更多的丝绸之处了。对一啊，把抵三把用，效率，你要不要效率跟耐久都写啊？你要不要效率跟耐久都用在一起啊？你现在哪里啊？我在桥上，桥的尽头。你在桥的我在桥的尽头。我继续去挖，看前面有没有树了。专业，桥的专业尽头是跟天边的感觉有好像很像哎、欸。差不多，差不多，反正都是很远啊，1000多公尺啊。回来吸。哎，这一块都没有树哎。是哦，大概爆了吧？都被烧光啦！烧光光啦！你给我一下好了。好啊，呼一下，呼一下气。我给你一下其哎，他的散场，我满给你了！其他的散场眼。哇，拿散场盐跟我换呢、欸？真的是 CP 值太高了，都给你，都给你哦！我只求命名牌。哦，你虽然要说命名不知牌道吗？干嘛，你要命不要名牌干什么？你想要命不要名什再给我了，不需要再给我了。我先把它放回去那个旁边的箱子里也好了，中途的箱子放着好了。哎、欸，这是 bug 吧？是不是？好了，我开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觉得等一下要沿着这个湖的旁边盖到那边去，就可以连接起来了。终于，我要冲回家，直接去拿那把。你要冲回家哦，你认真的哦。这样子的话，我的那个等级不够哎，到时候我要砍怪了。这样子很尴尬哎。从这边，啊，冲回家。哎、欸，你们不要再扑了，不要再扑了。怎么了？转弯，转弯，不要过河，不要进黑森林。那你过来，你过来。还有黑森林哦。你来技术指导一下哦。不要进黑森林了。我过河了、欸，这条留着吗？这一条应该要打掉吧？这一条打掉，打掉哪一条？村民能够命名吧？不行吧？就是不要进黑森林就对了。可是我看不到你们呢、欸，你在哪里？我刚才看到给姆哦、啊，我在桥的尽头啊。我来看一下哦、喔，路的尽头啊，我走回去看看。我现在在村庄这边，我从村庄这边过来的。然后看到，难道看到我们的路是不是？我加速药水之类。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你们了。嗯，可是我没看到你啊。我左撇子，右撇子。我看到路的尽头了。哦，那我再走回去。我是我看到纸片了。左撇子，可是我被改成右撇子。所以这条是不用盖的。要继续往前盖。继续往前。对。所以没事。没事。有时候我做事会用左手，我不是用右手。那个村庄跟纸片讲一下村庄在哪里好了。好啊。村庄在那里。那里对，就在那边。那里等一下、喔，然后我们往前会到黑森林，然后就往不要过河，沿着河的旁边盖就好了。沿着河，我看一下，沿着河的旁邊。你往前走，大概就知道了，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好的，好的，让我看看。哇，请这么多人来，果然很快就完工了。其实人也没有很多，比我一个人的时候多很多。沿着哦，就是右前方的概念嘛。对啊，多更多。好的，右前方之后呢？哎、欸，到了、欸，就到家啦。看到了，好近哦。对啊，要完工嘞、欸。近哦，要完工了。那我剩下20分钟，各位观众，到底今天能不能完工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那我们倒数20分钟，快！到底我能不能够弄到64块猪排呢？我觉得应该不行。你要这么多猪排干什么啦？干什么？你要跟厨夫跟哎、欸，是厨夫吗、啊？你要吃这么多猪排？哦，这里竟然是空的。你可以跟村民换那个绿宝石啊。猪排可以换？可以吧？是熟的还是生的？可以换啊，可以啊。要生的是不是？
不是你那个屠夫对不对？屠夫之前已经有个屠夫是弄成，就是说你弄那一个绿宝石可以换猪排跟肌肉。不要吧，跟拿绿宝石换肉感觉不是很。可是你18块生猪肉感觉也，你说好到哪去了？也很废，都很废，好不到哪去了这。怎么样都很废，纸片不管怎么样都废废的，都，所以我要叫了是不是？你要叫什么？你不是一直在叫吗？晚上呢？我继续挖好了、啊。你要叫什么？纸片停止的思考。他要叫披萨来吃吧。肚子饿，肚子饿了。想吃宵夜。我肚子真的有点饿。吃个臭豆腐。不要下去了，直接铺平的就好了。直接铺平的、哦。对啊，不要一直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样不会不舒服是不是？上上下下你不觉得累吗？走开，臭肚子。哎、欸。我可以把马骑过来这里啊，这样子的话，把马骑，你要玩马骑哦，马骑，你换游戏哦，是啊，我要把马骑过来，是英雄传吗？我把马骑过来，到时候就有那个了，就哪个？到时候就可以那个、啊，就花钱买点数是不是？看生出来的小马，啊、现在月卡是多少？一个月多少？300块吧，我都不想知道了，又没有吗？我看一下，我去回去做一下桥墩啊，我带了很多石头出来，好啊。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哦哦哦、我想说是我嘞，吓死了。结果不是，结果是青苹果。结果我没有伤害、欸，我们没有损失太多东西。青苹果用它的肉身挡。所有附魔工具要命名后维修时比较便宜。是哦，他们讲的。都不懂这里了。哇，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我要把这一把叫做秋风的稿。秋风的稿。秋风来稿。纸片的斧。纸片的不知道东西，然后名称，然后风破的剑，风破剑，像这样子命名吗？嗯，差不多。你怎么还拿个石头？你也要接近我？这个一定是那个用烧的才会烧成这样子，所以就是要这样子哦。这样有比较好听吗？是蛮硬的，所以叫秋风的稿吗？秋风来稿，还是叫稿？搞秋风，搞秋风，后面挂号名字这样。秋风搞秋风，听起来就是很怪，超级怪，好不好？可以让秋风感觉就怪怪的。你知道什么叫？原问题是秋风，不是秋风、啊。那纸片呢？纸片没有问题啊，出了什么事情了？纸片的纸，那你要附，你要附在纸上，我是觉得有点浪费啦。附魔的纸，我是不反对啦。就是有点浪费啦，还是讲大家好，我是纸片，这有什么意义吗？就附在纸上这样，这写在纸上不需要命名吧？大家好，我是纸片，就一张纸，然后就说自己是纸嘛。什么？你就干脆把那个羊就把什么动物命名成那个什么我是纸片之类的算了。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你们就每次就打纸片是不是？纸片祝您行车平安。什么东西？看一下啦，继续做桥墩呐。那个距离就不要太计较了，大概而已。路是两条的，就是两格宽嘛。路是两格宽，对啊，纸片都只做一格。那我继续来铲。对啊，你们有人要一起来铺桥墩吗？有石头吗？请让我赶回去再说。冲啊！桥墩在哪？请让我赶回去再说。你有没有看到我正在铺？再说再说。我这里有那个栏杆和那个，还有点远，再回去补充。再回去的路途吗？你们来了吗？我正在往那边前进中。我继续盖我的闪墙。快快快，完工了！快完工了！天哪！哎，这马的血好少。马的血很少，表示走得很快。血很少，不是说随机的吗？随机，可是比较多的几率是这样子吧？这是一种发现自己血很少很不爽的情绪。马的血好少，马的血马德，他很容易被打死啊！你这样很像讲脏话哎、欸，我们是合家观赏的频道哎、欸，我没有讲脏话啊，你讲脏话啊？对啊，兄弟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啊，是脑袋都想着脏话，然后没有啊，我只是觉得我常常跟纸片实况的时候，纸片就一直念着讲脏话啊。有吗？来啊，给我们来交易一下。
就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我吐一组这个，那一组这个给你。这种动物已经算是 GTA 上面的一种车了。哦，这一条好长，这条桥好长哦。间距要一样吗？间距从来没有一样，都大概而已，随意。好，那我从那边扑过来好了。好。我等一下，我觉得要游过去有点久。其实你可以在我下，你可以扑我下一个啦，就不会这么久了。马可以，你扑了这一个，我就扑下面那一个，有没有？好，这样有没有比较快？有有有有。欸，马可以冲刺吗？还是说它只能够用跑的，就只能这样子，就是在跑了？马可以冲刺，可以跳跳比较高吧？那叫做集气是不是？哇，集气耶！这样有没有听起来很厉害？好像蛮强的耶。马集气可以跳比较高啊，可以跳的比平常更高，就很像喝了跳药水一样。我知道，就跟马里奥一样。我从正面那边看的话，其实我看不到东西耶。马里奥。嗯，我是按住冲刺会跳比较远，比较高。给不正啊，这一个给你，等你盖，我盖下一个了。好难维持在轨道上，我的这个怎么了？怎么了？你把马骑过来了？我骑过来了。啊！你把马骑移植到 Minecraft 里面了？我靠！好像 YouTube， 我来帮你按个赞。一直都 po YouTube 了，何必特别讲？一定会 po 好不好？对啊。结果我发现石头好像会不够哎、欸，不够，我觉得不够，就不够了。应该还好，深。这里还好，这里还好。嗯，好，我去铺下一个。嗯，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 OK。哎、欸，我看到有人骑马嘞，而且是黄金马哎、欸，黄金马直接冲过来，那不是我们的第一匹马吗？你在那边插几根火把先，插旗耶，占领了。哎、欸，我们都有设计一下，我们属于自己的旗子插在那个家里的屋顶上面呢。纸片就是白色的啦，就是整张白白的。遇到我就投降就对了，整张白白的就是纸片的、哦。哇，这么惨哦！怎么这么惨啊？一点特色都没有，可怜哦！真的，谁设计的啊？真的是。奥巴马放到这个地方，应该他不会乱跑吧？啊，什么奥巴马？奥巴马怎么了？你把奥巴马做什么事情啊？我把马放在这个地方，应该不会乱跑。跟这一样啊！把奥巴马放在这边，太好笑了。奥巴马放在这个地方，快要铺完了，快要铺完了，这个桥。哦，终于哦！我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变偷懒了，所以那个桥墩都变宽了。对，好像越来越宽了，对不对？我本来是很精致。本来不是，本来比较密集，结果后来的工程技术进步、哦，那个就是桥墩的距离可以不用这么接近了。中间有加特殊钢筋就不会、欸哦。对啊，你不知道那个科技是那个日新月异的。想要省力就说嘛。日新月异的科技，你妈傻。什么东西？你懂什么？我们盖完了。真的真的哇，可厉害！哇，好那个哦。什么高科技是不是？好高级的科技哦，真的。好难打。这里一个也盖一下好了。OK， 要撑一下。前面还有，前面还有，前面还有。我、哦、天哪，我以为我盖完了。加油，半而已。加油。哦，加油。原来才一半哦。区区桥墩嘛，对不对？区区桥墩就搞死我们了。简单单嘛。居然还有哪个家伙盖的啦？加出来。偷袭。枯光的攻击。怎么会这么快？纸片是不是？什么东西？这个桥是不是你盖的？不是。啊！你要搞死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地方不行。纸片说不干我事，去找总招。对啊，总招干什么？总招。找找茬呗，你管理不利耶。你就找我们茬呗。哇、哦。超远的。好啦，快了啦，快了啦。对，这边没有。我觉得最后会那个不够，底下那个吗？石头？对，底下的石头会不够，结果又要挖一点。我回去看一下进度啊！你要来监察是不是？我要把这匹马先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副监？副监？那一定是会脱稿啦，而且脱很久。不好意思啊，那个最近游戏又出新的了啦，所以只能一直拖下去了。对啊，哎、欸，谢谢，走开。欢迎。
好啦，回来把石头盖完啦。